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佳慧。你知道生活中常见的机器是怎样动起来的吗？你知道机械运动中蕴含了哪些科学知识吗？今天我就带大家见识一款会动的科教积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种机械原理。还等什么？赶快和我一起进入奇妙的机械世界吧！创客积木拥有主控模块、电机模块、喇叭模块、灯泡模块四大电子模块。主控模块设置了模块插口与控制按键，其他三大模块分别连接主控模块，就可以让积木实现有声有光，能动也会转。现在我们面前已经摆好了创客积木的零件，这些零件在我们手中会出现怎样神奇的变化？一起期待一下。好。完成，它叫做打鼓机器人，来吧，展示。是不是很神奇？动起来的积木顿时就鲜活起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这款积木还拥有300多种炫酷拼接造型。它将机械零件积木化，是平时很难懂的机械知识秒变趣味游戏，让小朋友们边玩边学，轻松探索原理。接下来我们将搭建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传动结构，猜猜是什么？当当当当，皮带传动跑步机，这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跑步机原理完全一样。将作为皮带的橡皮筋交叉套在轮上，就可以由平行传动变为交叉传动，小朋友们就可以根据它学习机械传动知识啦。创客积木通过不同的组件拼接搭建成各种会动的机器人，将抽象的物理知识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。在小朋友们玩耍的过程中，可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让他们以不一样的角度看世界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磁吸分离式充电宝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李光凯。相信对于很多和我一样的重度数码用户来说，每天出门时手机、手表、平板一样都不能少。为了能够喂饱他们，还要携带各种的充电插头、数据线以及像砖头一样大小的充电宝，背包里呢总是鼓鼓囊囊的，凌乱不堪。我知道一款充电宝可以从根本上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，走去了解一下。这是一款磁吸分离式充电宝，采用模块化设计，它是由充电器和充电宝两部分组成，中间是由强力磁铁连接而成。
充电宝自带双线和双口，可同时满足四台设备同时充电的需求，是外出旅行的必备好物。只带数据线，没带充电插头，别担心，磁吸分离式充电宝的充电器模块自带一个隐藏电插头，只需把充电模块取下之后，电插头部分即可变成一个45瓦的氮化镓充电器，可以直接给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等大型数码设备充电，不必携带笨重的充电器，真正做到了为出行减负。与此同时，充电模块自带的隐藏插头与充电宝模块合二为一时，在不需要其他设备的情况下，就可以给自身充电宝模块充电。 AC 插头与 Type-C 两种蓄电模式，确保充电宝的能量饱满，不再被电量低请充电的恐惧所支配。磁吸分离式充电宝一站式解决你的充电续航要求，这是一款将充电插头、充电线和充电宝完美结合于一体的出行续航神器，日常出门旅行带上它一个就够了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多维度头部按摩仪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李光凯。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，你是否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白天工作忙碌，精神高度紧张，晚上头痛失眠，难以入睡？别担心，我知道一款黑科技可以有效缓解头部疲劳，它就是多维度头部按摩仪。有了它，我们就可以在办公室和家里随时随地做一场头部按摩。走，我们去体验一下。维度头部按摩仪从外形看酷似一只有着14只触手的八爪鱼，且它的每一个触手都是一颗独立的按摩头，14颗按摩头形成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按摩矩阵，叠浪式的释放方式层层递进，按摩大脑穴位和经络，快速放松人们紧张的神经，是一种模仿按摩师手法的头部按摩仪。由于这款多维度头部按摩仪是以头部环形为路径，绕圈循环振动来按摩我们的头皮，仿真人指腹般的按摩来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。它有5种模式，10个档位的振动调节，力度由强到弱来满足不同人群对不同按摩力道的需求。当按摩仪为睡眠模式时，轻缓减压，助眠舒睡。当按摩仪为舒缓模式时，放松头皮，舒缓压力。当按摩仪为休闲模式时，愉悦身心，享受惬意生活。当按摩仪为活力模式时，赶走疲惫，激活脑力。当按摩仪为美容模式时，取悦头皮，改善气血。这款多维度头部按摩仪操作简单，家里的老人也能轻松使用，只需要长按开关即可开启一场按摩。360度的包裹方式适合99%头围的使用。这台多维度头部按摩仪还内置了音乐播放功能，连接手机蓝牙后即可变身为蓝牙音响，随意点播歌曲，让你一边按摩一边听歌，营造出更加轻松的氛围，助你快速入眠。多维度头部按摩仪又被称为私人的按摩师，有了它可以使长期处于疲惫状态的大脑快速找回状态，既提神醒脑又能减少疲劳，是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智能小助手。